好啦，那我要澄清一下，不是我很想走红地毯的哦，是因为我觉得我怕那些等一下那些巨星啊走红地毯的时候呢会有一些危险性，所以我先帮他们走一轮。那刚刚我走过了，非常的安全，一个洞都没有。这样就是笑我是不是 ？OK 啦，因为平时没有什么走红地毯，给我走一下下嘛。好，那距离这个红地毯的时间呢，还有大概两个小时的时间。等一下在红地毯的部分，我相信呢可以看到很多的艺人朋友、歌手、演员，来自各个国家不同非常知名的 YouTuber 和一些网红朋友呢，他们一定会盛装的出席的。当然晚上颁奖典礼的部分，大家也是一定非常非常的期待。表演的部分，我个人也是非常的期待的啦，因为呢就可以看到少女时代的现场演出。 Oh no， 韩国第一女团你知道吗？而且等一下呢他们将会全员出席哦，当然还有这个 Pico 太郎，他会在现场来演绎这一首他个人非常红的非常非常红的歌曲 I have a bad I have a ever。其实在马来西亚的歌手的部分呢，还有朱浩仁啊、车子等等的，我相信今晚的这个颁奖典礼呢一定会是星光熠熠，一起来期待吧。To Web TV Asia. Thank you so much for the support. 谢谢大家。Thank you very much.